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到底在哪里啊？在地下室。我记得有可以不用开锁就能下得去的楼梯，我之前有来过这，有印象。墙的都杀光了，就没什么好怕的。还刚这样讲。刚这样讲就被上面还有一只枪兵，那就解决他。枪兵什么的最讨厌了。他死掉了，为什么？为什么他死掉了？这边进不去，骗人！应该有个入口可以进去啊。还好没有全部锁起来，全部锁起来我就要哭了，开不了锁。是不是聊天室又没有更新了？还是真的没有任何留言？ What can I do for you?Patal eventually joined the assassins. Nice rescue. Why did he give me the Middle Age chicken? Is it because of my official decision? Or is it because I want to play three times and he'll give them all to me? I'm going to play three times, it's too difficult.明天再玩好了，同一个任务不要连续玩。我们继续去，我先传回去拿一下宝箱，然后我们再继续捡那个任务。因为没有无线键盘懒得讲话，我很担心又没有更新的，然后我又什么都没看到。多人游戏也会给予同步点数做奖励。Working late, I see, sir. 那我现在有多少点？我有七点了耶，这么好哦！突然游戏也会给哦，那上次为什么这个没有给？船上的点离咖啡厅好远。宵夜，宵夜，等我玩完啊！宵夜，还是我刚才已经回答你过了。肚子饿了，肚子饿，不然你去买给我吃啊！看我等一下打完就可以吃了。
有窃贼。等一下，没有呼到。让我过，我要呼窃贼。哭什么哭啊？你看看现在想要吃什么？又找我麻烦。他们整天唱歌都不腻啊。依然有加热卤味吗？加热卤味是特殊的卤味吗？依然有卤味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加热卤味。在情急之下，富隆打算再试这最后一次。他透过巴黎市政厅附近的屋顶，将装箱的面粉食品运送到他的仓库，拦截他们的行动并消灭工人群。又是他。总是喜欢制造困扰。欸，好远哦。下面还有个线索。我补个东西。我累积到一半的钱了，说不定明天就又可以再换一个最强装备。没有加热卤味，豆干、豆皮、王子面、高丽菜。南部没有加热卤味是冷的，真的假的？宜兰有啊，都是你点挑几个，然后他就煮啊，煮给你啊。为什么双人击杀好像不见得每次都可以成功？对啊，又没有成功，为什么？看起来有个副手在很高的地方。掉方向键，我就往回弹了。
杀掉一个。好，这个在这。啊，卡在伤害我没有办法算力技能。啊，他会闪。而且防御有点难按，他速度好快。大概是要旁边没有其他人。哎，我发现你们聊了好多，台北不是也是冷的吗？是吗？没有加热好吃吗？我发现我头上有血迹。旁边没有其他人什么意思？跟我有关吗？两个宝箱也顺便拿一下。哎，万一变成进阶打手了呀？还是我原本就是进阶打手？在哪？那里哦，就跳过来把你杀啦。最后一个，哎，那个也找到了。Get back here, you prat! I got. 又在房子里面。他好像要用那个突然攻击来对付，比较好打。进阶暴徒啊，我已经太暴徒了，有时候暴徒到不小心死掉。觉得自从换了这把剑之后，当暴徒就变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啦。精良的武器很重要。我就是暴徒。我没有办法当暴徒王啦，王被那个另外一位老兄抢走了。那有一个收集品在哪里啊？
这里是不是我之前都进不去的地方？不是，新地方。有路可以进去吗？有楼上，再来，我们再回去解最后一个。就是暴徒，看多厉害！窃贼别跑！我没用，没用。该开地图咯，等这个任务解完啊！而且我还没有回去复命哎、欸。附近绿色的好多、哦、经常都看到绿色的士兵。在楼上嘛，我直接爬墙上去好了，爬墙比较快。匿藏人质，释放外屯粮者当成人质的农夫，外来要逼迫农民放弃庄稼。屯粮者在贫民窟附近组织了一个集团，找到屯粮者，然后释放农民。终于到最后一阶段了，感觉有一阶段一阶段。那要是我刚开始就先找到这个任务，他会怎么办？哦，下面有红色的，发现农夫一号。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士兵，居然还好。那我从绳子进去，然后偷偷到楼下。楼梯怎么去啊？Many thanks. Damn those bastards. 放走一个。What was that? 哦。
会上来吗？啊、哦！怎么跑这边？这么近，我根本看不到什么东西啊！总之好像杀光了，超莫名。开箱轻松。想停走。哦，居然杀到平民，蠢平民，跑出来挡子弹。Many thanks. Damn those bastards. 两个犯罪的。最后一个农夫，死亡转角再次发威。没有其他人了，就释放啦、啊！来喽！死亡转角。咦，这边又有一个任务，在上断头台之前去偷取。往后弹，我的操作还是不太顺。咦，他在里面。这个讲话很讨厌的家伙。哎。嗯，他这次没有出来跟我讲话了。市民们终于肮脏堕落的萨德侯爵要上断头台了。他罪名虽然是中庸主义，但他实际上
上犯下的罪却深不可测。仅向位于大厦特雷的检察官富基埃达威尔办公处表达检举成功的恭贺之意。又要去大厦特雷，那个地方超多人耶。我们要找麻烦是有人要杀，好跑去哪？想跑？我脑袋上的血一闪一闪的，这太诡异了吧！大家上来，我先补一下消耗品。去到那边再给他们尝尝死亡转角的威力。算了，不回头杀他们了。差五个，我要快再完成一阶段了。不知道裁决令在几楼，我从这个窗户上去好了。这也是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进去的窗户。来吧，引到人了吗？居然没有。你们会不会听声音变位啊？行不行啊？过来啊。我觉得有人在靠近我，可是我什么都没看到。抽！
没来了。这一层应该解决完了吧？结果没有找到。不知道是在上还是在下。既然这个楼梯是往下，我就先往下找吧。往下就出去了。才决定感觉就不会放在地上。到楼上去看看。来吧！哇，接得太近。只好烟雾弹了。到底在哪？再上去就出去了呢。不然我出去看看好了。奇怪，裁决令怎么都没有看到？还是我眼馋？有人看到吗？啊，是不是这个？好小哦！我必须逃出这该区域。当然啊，没问题。